老板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啥问题啊？你会喜欢上一个陪玩吗？会啊。怎么了？没吧。对啊，咋了？那老板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没有啊。怎么了？那老板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。啊，你说吧。就是恭喜你现在有女朋友了。哎呦。是发自内心的，老板，就是您看不出我的诚意吗？你不怕老板是个死肥宅吗？当然不怕了，老板，就是我的改变能力还是比较大的，不管老板是什么，我都可以把老板改变成我的男人。喂，那哦 baby 你是在喊我吗？对对对对 babyBaby, oh, oh my bab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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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my. 我们两个好像那个憨批。那我先给你发一张凉快点的照片。啊，凉快，凉快一点啊，凉快不要啊。好家伙，怎么样？身材有点好，这是你吗？对啊。我不太相信，讲道理。你不太相信吗？那我就再给你发一张。这是你啊？哇，有点意思。对啊，只是有点意思吗？难道没有一点心动吗？腿有点长，就是有点平平的，怪不得你刚才奶妈玩的不是特别好。哦，这是你啊？长得挺好看的呀。对啊，我看我的头是三级头。你的头是三级头？为什么是三级头？对啊，因为我的头，我觉得就是头铁。小姐，你的挺好看的，还有吗？看，我还想看。嗯。